停不下来了，别急。人家是播自己的内容呢，老讨厌了。没眼力见。欢迎来到没眼力联盟。没眼力见。我知道有的人你越说他越要去，但是这样是很讨厌的行为，我希望你不要这样。后撤步。哎，打架了。来。又是建模。建模没用。我妈你嘴。哎，可以打吗？可以打吗？这个、可以吗？啊！血！刺猬，刺猬刀，刺猬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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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坏，好像是一个不好的感觉，猴哥。一杠四，没事儿。手拿把掐，我们被掐了。没事儿，建模没有。没事儿，上点压力，我觉得是。你都拿到最厉害的英雄了，上点压力吧。上点压力吧。你人呢？在地图上消失了啊！他搁在文旁边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跟后哥我姐妹俩。谢谢王守义的大火箭，感谢给个波波，谢谢。谢谢王守义66办卡，谢谢。手拿把枪。哎呦我小子，切！你敢不回血就上路上路？我、给你一刀！他老在这干啥？谁？就为了多一个灵魂啊！对，哇！谢王守义啊！谢王守义，这谁？王守义？哎，剑魔交没交闪？你记得没？哦，我没记得，所以我没记得不？血暴击，暴击，我回暴击，没事，我不回，我醒了。哇，谢谢王守义的5个飞机和大火箭呢，我给个波波 ，Thank you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反蹲他红啊，兄弟们？反蹲他红？你现在我感觉可以去偷他的红啊。他4-0，他巨石短臂，算了，给我个面子，谢谢你放他一马，给你个面。一般人来不给这个面，我必打，手拿把掐他，谢谢我这个掐死。我建议啊，可以来一波上。我给他打信号了呀。我建议。你先打个和气，你先别来，你等我，你等我吃完这波兵。来吧 ，OK 来了，理了，来吧，理吧，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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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，哎，我 A P，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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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血。没事，死没死吧？死没死吧？死了就行，死了就行，过程不重要。死了就行，死了就行，过程不重要。我们成年人只看结果的。哎，对对，只看结果。你说是死没死吧？再见。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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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等一会儿，等我走位。我走位，我走位，我走位，好，再见。哎呦，他还有眼儿，你还100个眼儿是不是？
没办法，他插了俩针眼加一个假眼，他给我，哎呦天，他手拿把掐呀，他眼儿可太多了，他像他的心眼一样多，比心眼一样多呀，他眼儿是真多呀。三个眼儿，他五杠零了，但没事，这瞎子 Q 不准。我想去偷这个小楼，你觉得能成不？可以。我感觉能成。哎，他在中哎。对，你正好马完吗？他在中。他要刷龙，他要刷蓝应该。然后他说来的这个期间，我就已经把龙拿下了，我觉得。Yes。他还在中路守，一会儿有你后悔的时候，小比。他现在已经后悔。还在中路，但是已经没用了。我操！再吃个果子不没死，很没味。怎么办？哎呦啊！给我秒了！怎么回事？猴子，什么情况？我轻敌了，他给我秒了，我没想到。轻敌了 ，OK。轻敌了，根本一回来，表清了一波敌。他蓝还没好，他蓝好了他得去。不，他为什么不去圣母？我去把先锋偷了。哎，对，可以。我操，可以吧？哎、我这波这个路线规划可以吧？我大了，哥们儿会上来把你抓。哦，他又入侵我的野区了，结果入侵我野区，发现我野区被我舔得干干净净，失望而归，他只能唉。一切都在我计算当中，还入侵我野区，哈哈，小逼手拿把掐，上路没到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可以越他一边跑。我还给队友发个信号，盲僧在下，哎呀，不听哥们的，哎。有点无奈了，无奈住了。嗯，他们要是能听你的，他们还能搁这玩了吗？你是要走向高端？没，我给他们打信号了，打完信号我才那个，才打字儿了。哎，无奈。你是要站在山间的玩家，你与他们是的。我说这为啥能来个耗子啊？哎，我不太好。他在那里，你好。还在上，没事，那来得及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耗子来了。这也不听啊，这非得射呀，也不知道射啥。哎，你勾引他一波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勾引他一波，勾引他一波，来来来，别急别急，回头舔。我给我勾死了，猴哥，我不敢舔，我不敢舔。哎，你得舔呐，你不舔，这能打死了吗？还，嘿，没事，我给他打死。我给你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能走我能走我能走，哎呀我走不了，算了，他来一军带着，我操，他很猛，猴哥，我没想到简简单单一个十分钟，他居然能杀八个，这么个一个瞎子，
先来个训音。我这提醒够到位了吧？提醒到位了、啊、到位了。你妈怎么都不听话呢？他们哇，我啊，我那信号都点完了都。你现在想让他们听话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相当于让你喝马桶水一样困难。你搁这犯什么贱？犯阳贱说是。我靠，那辅助真不知道自己信啥了吧？嗯。哎，我真服了。哎，你有大吗？可以杀的。哇，这1000块钱拿下来了。哇！哎呦，还好啊，还好没让这个中单给拿了。怎么不说开始认真了？先锋还剩多少秒啊？先锋你摁一下，有没有可能你摁一下那个 TAB？ 哦，哎，不是啊，他怎么带点呀？那这耗子。我的，我以为这 AD 会打断回城的，我对他有点期望值太高了。哦，他0-5啊，那不怪他，怪我。没想到在这种局势下，你还在反思自己，你真是温柔的人。不行就开骂吧。21秒，那能怎么办呢？15秒。14秒，13秒，8秒，放了。他跑了，欧哥。跑哪去他？他还跑？想逃？哎呀，我的天！人真多呀。就行，只要撞出来就行。杀不完，没事没事。从打野来说，我们是优势啊。这个中立资源一个没少。这么难吗？456。哎，这把是火龙，哎，不能让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家你不已经拿2条龙了吗？还可以有3条龙给对面，4条，啊，不对，3条。他跑我上路去了，怎么着？不知道啊，先把中路塔拔了，要不中路有人儿，中路有个耗子，你看着吗？哎，他跑。还有个剑魔，中路一个耗子，一个剑魔，舔了，想逃，我操，想逃？这我们俩兄妹面前搞这些，这坑不能封走位可以啊，是吧？有点水平吧，有点水平。再别说了。哎，他们家瞎子掉线了。没掉。哎、先踩打，拆完后边先杀右边那个啊，先走，先杀右边，舔的，舔，
没事儿。他们伤害速度太高了。哎呦我天，那算了，人有点多啊，这怎么整了个死亡树？我砍不动啊！有虚弱，没闪都配合不了我的 Q， 看一下，他们打这个了。懵了我！哎，不是，我们这队友是否有点太夸张了，猴哥？1-5、1-4，1-7。有一个吧，也都还算正常，两个也能接受。那每把都杀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个怎么事儿。好奇怪呀、啊！怎么办呢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主要是我现在。怎么办？没事，慢慢打吧，只能慢慢来了。他们把这先锋放出来了，哎呀。右边有瞎子，你血有点少，我给你扛个 Q， 能打不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没大，那也可以打。好踢，哈哈，好踢，他踢没了，他踢没了。OK， 他死了，没事。我全杀。没好，我大没好。没事，我直接一手叫鸡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你。老大，哇，九伯，小龙，拿，我去杀这耗子。无敌节奏。哎，好强！我操，我用我大好了，我感觉，我这，有点小鱼，家人们。哎，想逃？下来吧，我超猛的，再别说了，猴有点无敌了。先来个叫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我有大好了！哎呀，我的我的我的！啊？我只是吓他们一下，可惜没能吓退他们，我走了。啊，你是故意的是吗？嗯，不然我勾上去我不死定了。可以杀。后边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到了。我想回去更新个装备。能打吗？能打吗？能打呀，能打，上上上 ！Nice！ 来，你走前面，走，推塔呀！我得那个。啊，你得那个，好，你那个。我得那个更新一下装备了，回个嘎。我守一下下路好了，上路。这种局出辉瑞美德啊，辉瑞美德啊，不是你那啥呀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叫啥来着，假修啊，冰拳也行，假修都行，他们家全 AD， 哇，单杀这么猛，装什么装，这个逼老鼠，我这服了。什么水平？也来我波神面前秀！有点水平，波神，差点钱。他们要打大龙怎么办？敢！哎，那不行啊！同意没有？
你同意不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那你得瞅一眼了这。我来。这三个人都能上去。我直接跳进去。好，大。我被踢出去了，我没大。你没大。完了，我沉进沉到楼上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呢？我们呢？你惩戒呢？有没有惩戒？没有。没惩戒的话，有点麻烦。我像惩人，惩了楼上，但我有大。好。但我有大。可以。拿下。到这什么意思？不到，我去后路拦他去。我靠，这能让他换一个。哎呦我天！哎，还得说我俩兄弟，再别说了。我这刀都要砍卷了，我才发现呢。我再出点啥呀？我也是，哎，我出个反甲不，猴哥？你可以出反甲，反甲日炎。出个反甲。OK。你这不已经反甲日炎兰德里吗 ？OK。我刀砍卷了，你头可破。哎，还真是。堂就我们两个是正战绩。猴哥，对，对对，来，这波直接能打，看见他直接舔他。好大！波神这波大，我都给你砍了。好，拿下。我就找这人多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怎么样？个波神这个资源控的牛。哎，再别说。哎，这个中单什么意思啊？中单什么意思？怎么不带我？怎么不带我做果实呢？他给我炸出去了，直接拿他们头了。哎，啊，不是头了，我把基地砍了。哦，哎，别的不说啊，虽然刚克没有他这个瞎子给力，但是波神这个资源确实是可以的，能看得出来你很团队。这么的吧，给你个赞。